你觉得五个够吗？没有椰青一下就烧没了，老对公。呀、哎，你先应该切一切，啊。那我先去了哈。好，我搜一下怎么开这个。切，怎么这么简单？哇，OK，原来没那么简单。哇，那就不行了呢。一点用都没有啊，好硬吗？怎么了？弄了那么久，只弄了一个而已。很难吗？这个？挺难的，而且一个出来就那么一丢丢。哦，那我们不够的，老公，别做了。啊？不会吧？真的？他要多少水啊？一般都是大的那种叶青，要倒好几个。可以的。老公，我觉得不太行哎，我们放弃吧。我们可以下一次买一些那种可以开口的、容易开的那一种来喝。老公啊，你这样一看就很不会砍东西。不要那个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想再砍了，我觉得好可怕。你让我砍完它。红英，你为什么要砍它？你为什么要护他？因为他是一个可怜的椰子。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为了证明你跟他没有什么关系，让我砍他。试一下吧，宝贝。哎呀，真的别砍了，我求你，我要崩溃了。为什么？我求求你，把它放下。我想喝椰汁。不允许。放下它，放下，放下，砍多一个，放下它。哎呀，砍个椰子为什么不让我砍呢？老公，你先坐下来，我跟你聊一下。坐下来，放下，坐下。你忘了你爸说过什么？会发达，整句话说出来。会发达，整句话说出来。听话会发达，听谁的话会发达？快说，听老婆话会发达。那怎么办？椰子鸡失败了。你要不要吃咖喱鸡啊？好，这个锅要洗，老公。我来搬，我刚刚把这个米拿出来吧。你先把那个内胆也洗一洗，没用过吧？估计。好，洗好的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做好了。你好棒啊！你要煮完，老公。你好棒啊，老公。你的。哇哦！帮我拍张照，老公。啊！
果然还在这里。哇，它还会动，好恶心啊！它当然会动。哦，它在动，它在动啊，好恶心啊！哈，救命啊！嗯，宝贝。Oh, he's coming for the curry? Oh no! Oh no! 我一定要解决它。上一次就是你让我犹豫了，所以没有解决它。你真的要打？不要打他，老公，老公不要打他，放过他，放过他。不行。老公啊，放过他吧。为什么？他就是这只屋子里的蜘蛛，你真的想打他吗？ You know, be friends with him. 这里的蜘蛛你是打不完的。You live with the house. It might be something spiritual, just don't do it. Oh, okay. 快来。哎。他不见了，老公。哦，他还在。啊啊！你回家吧，好不好？宝贝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！你宝贝，嗯，真的做的好吃。嗯，你们这个鸡有这么的好吃？老公，我要煮秋葵。好啊，那我们就吃秋葵吧。老公，你来尝一下，好不好吃？再来。我是用这个太太乐原味鲜头道特级鲜酱油做的。而且这个是零添加哦，吃着也很放心。斑马 AI 课上的语文课也很有趣，能把古诗词编成儿歌哦。嗯，宝贝，去吃饭呢。去吃饭。嗯，去哪里吃饭？我订的地方。我困困。嗯，去吧。我说你说去睡觉了，老公。Enjoy。